对我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就是其实我前一两年的工作不是这么的顺利，那我觉得他可以一直陪我走到现在，我觉得还蛮，就是我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。我们应该筹备快一年，他其实就是他做事情都很会规划，就是会提前很久，所以我们大概说有公司要结婚之后，我们就开始看婚摄婚录，然后婚纱喜饼什么都很早就看好了，对，所以筹备快一年多。好，谢谢，还是给你爱。新娘的十个优点及非娶新娘不可的五个理由。非娶不可的理由，皮肤很好，善解人意，会让我买公仔，会让我买公仔，好，会带我爸妈出去玩，这个很棒呢。好累，我快不行。有你的爸爸？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这个根本弄不掉啊！长长久久，希望我们可以都不要吵架，然后多沟通，然后我也会不要这种反应。虽然我有很多坏习惯，然后很多缺点，然后谢谢你一直包容我，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誓言，我会很认真的去做，然后完成它，请你嫁给我。既然结婚了，就一辈子绝对不离婚。奇怪，我突然间就觉得很有感触，所以我简单讲就是，第一个就是，你们既然在一起了，就一定要发誓，绝对不离婚，要尊重，要赞美，要感激。好了，我不能多说了。最后，我想我们还是祝福你，真的是和和美美，而且是一辈子要像今天这么样的快乐。